新北市高东亚是 CNN 评选为世界六大赏鸟景点之一，高东亚鸟村已经豆豆成为世界模范鸟村。即间新北市政府农业局的局长、议员、高东地理长上家丁丁共同来举行高东亚鸟公所利用小站改版仪式，希望透过观光人流宣传动物保护意识，帮助增加动物利用率。高东亚为新北市一间亲旅行好所在，那是 CNN 评为世界六大赏鸟啊景点。高东亚村已经豆豆成为世界模范鸟村，为了照顾村内的鸟啊，动保处在1810年设立高东亚鸟公所筹备处，进行鸡鸟、骨肉、医疗以及领养服务。这间新北市政府农业局的局长李文、议员林义奇、各当地的里长上家丁丁，共同进行高东亚鸟公所领养小站改版仪式。那么他把所有我们这个猫村相关的资讯呢，都可以一目了然啊。这个而且是附近的光，不管是观光旅游啊，还有猫咪呢、啊，以及呢相关防疫的状况呢，都可以在这个猫公所呢就打，就像一个我们人的公所一样。那另外呢，它最重要一点呢，它还是有肩负着像啊疫苗的施打、绝育等等啊，我们动物之家啊最重要的一些功能，还有认养等等。那么也推广了现在大家最重要的叫认养不弃养。户外草坡有鸟仔卡架的意象，是来外部的鸟仔油菇，到鸟仔盖的猫薄荷。时间的建筑师前来改牌表示，高东仔的鸟仔已经成为村落的一部分。鸟公所设计概念，相信人甲动物、自然个建筑应该会当和谐共生。啊，我很感谢他们，他们对讲真的，这些猫咪顾得不错啊。最近也比较少这个流浪猫，他们有出来巡视啊，虽然有一些有家族自己养的也有了，我、当然都每个自己养的也都顾得不错，所以说猫村呢、已经在世界上大大有名了，也造成我们地方上的一个繁荣。那么铜锣烧呢，未来最大的一个功能呢，它的肩负的任务呢，就是要把我们所有我们人类呢对于这个猫的喜爱呢，转化成负责任的态度呢，一起呢不仅要推动我们猫村地区的健康发展呢，也要把这个爱传递出去。新北市农业局局长李文是表示，借由鸟公所专线的面包和服务效能，增加着民众对动物保护的观念，并呼吁民众宁愿卖弃养，或者温暖的厝。因为鸟仔有区卫生，被人放生的鸟仔容易受到苛责，向大家做伙维护高东仔鸟村，让国人国际旅客识别着新北市是友善动物的城市。记者陈玉伟新北采访报道。